昂然踏着前路去，追赶理想旅途上，前行步步怀自信，风吹雨打不退让，无论我去到哪方，心里梦想不变样，是新生是醒觉，梦想永远在世上，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，我继续独自寻路向，常为热往梦想发狂，内心摸索路途上，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，到困倦我自弹自唱，掌声我向梦想旅程，尽管一切是空想，无人路上回望我，只因我怀让
天空呢，我们开幕的艺术会的这些典礼呢，中华啤酒也是中国奥林匹克体育委员会副主席，中国武术新闻委员会主任黄振东先生，校长钟瑞秋女士，另外今天来的还有中央电视台的体育报的，北京电视台的，中华武术杂志社的，中国新华社的，NBC 电视台的等一些新闻单位和其他的朋友，在这里我们也表示热烈的欢迎。这一次管理应该我们说香港永丰体育会主席，东方文化研究会史上第一次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咏春拳的短训班，我希望这次短训班以后大家把咏春拳带回去，在各地传播，让它生根开花。这里我提议大家，为了表示我们对黄春梁和他的高徒们这次来传吴国华